大家好，我是安吉尔集团孔娜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央视网的主持人常婷。健康安全饮水，乐享品质生活，颠覆传统用水体验，领略净水制造升级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安吉尔超级工厂，一起探秘净水器，解码安吉尔的超能力。我们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